OK，欢迎来到慕尼黑时间。好，今天继续玩扣押啊，distraction 哈，什么？我是英文是很烂啊，不会念。好，那么这上一集呢，我还是没有搞清楚，我一直没有回去查这个主角到底是干什么的。不过反正就是不是跟房子有关，就跟钱有关系了。然后他大概就是执行一些东西的时候比较冷酷无情的。然后嘞，他好像对某人的太太啊，好像。有什么对一个寡妇啊，好像有点兴趣。然后呢，他不知道是，反正大概就那老太太可能是侵占人家的房子还怎么样吧？反正他就把那老太太赶走了，然后回不了家，然后就进了个迷之房子啊。那其实想想也知道，一个公寓啊是不会这么大的。但是这边发生一堆怪事呢，我发现主角好像也没有说很担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主角胆子好像蛮大的。好啦，反正因为语言障碍，所以剧情我大部分都不是很明了。希望这点跟大家说个抱歉了，我外文真的很差。那享受气氛就好了。OK，那么开始吧。Oh shit！好，这头吧。How did get here？这里有一个笔记。There is a elephant. There is a the 哈，这房间没有大象。I know that thing. 我知道他说的。我真的有啊！哦吼！关灯。我都太太啊！Price shame。Shame. No. What the? 我逃掉吗？我死定了吧？I'm sorry. I got carried away. There is not quite what happened. 这里不安静了。我看到了大象，对，这是我看过最冲击的东西哦，就出现大象，太冲击了。我跑了。I run like was not 我像没了命似的跑。重来了。还是我不该看这个的啊。他说我不该看这个东西啊，有可能有可能问题在于说我不应该去看那个东西。你这跑不掉啊。没有可以让我跑更快的方法不，那应该是可能不该调查那个尸体吧？我觉，Prince's home，Prince 还是 Price？我刚刚看错，你是王子哦。I still feel horrible about Mrs. Green。我感觉到身上发生可怕的事情了。我一定要喝点咖啡，赶快睡。我一定要喝点咖啡，醒醒神的。我要先喝咖啡，喝咖啡。这边什么多重结局之类的吧？可以存档存，所以那个应该是必然性的。咖啡在哪？I'm not already too late。我还没有打算离开。我先喝咖啡，不喝咖啡我会死啊，是不是？我懂啊，我像每天都要喝茶，不喝茶我觉得浑身不舒服啊。咖啡机，OK。I need some water。哇，我先喝点水。
I will use a coffee pot to get the water. 没有水了。没有水，怎么办？去厕所啊。又没有水啊！我需要喝咖啡啊。而且他们还下雨了，你在搞什么鬼啊？你在开玩笑吗？真是一个最烂的早晨。我帮你用马桶水好了。I already need my coffee. 我需要咖啡因啊。Nobody needs to know. 没人懂啊。怎么办呢？怎么办才好呢？咖啡中毒是很麻烦的事啊。不然你去楼上，去接水好啦，去接水，走走走，去楼上接个水，有没有？所以现在是个做，你说你刚是在做梦状况是不是？恭喜啊，从屋顶漏水啊，屋顶漏水接到水，可以煮咖啡了，真恭喜你啊！屋顶的漏水超脏的，你也这样也能喝啊？你根本吸毒好不好？放水进去了啊！Now I need to be painted。什么意思？糟糕！反正要调查东西也不多，我就全部调查一次就好了。什么东西都没有，抽屉居然什么东西都没有。打雷了，所以还是不要开电视比较。发什么事了？换的。什么也没有。肯定是我的幻觉吧。我咖啡好像快好了。你们是谁？哈哈哈！你说的对啊，亲爱的。I look dear。Hey son, you don't mind we hey 孩子啊，你应该不会，应该不介意我们喝你的咖啡吧？No, not at all. Are you all right, dear? You 看起来很累啊。你们两个不是死了吗？对啊，我是死了。What a silly thing to say. 刚才你们怎么会在这边呢？We are already gone. Doesn't make a crazy here. Our words of wisdom. oh, 好话好多。反正这两个应该是死了，但是他们都在活生生在这边喝咖啡啊。然后主角已经吓不知道怎么说了，对啊。We are worried about 我们太担心你啦，就我跟你老爸很担心你啊，所以我们就重新复活了，来看看你啊。我要这样解读吗？应该是这样解读没错吧。And not too late to make a change. Look, I 听好 ，Look, I am not proud of the thing I'm done, but look at the crooked apartment. I just want to be safe from my life. You understand, so but yourself, other people. Think about it. 总之在教他去做人的道理哦。这个大家如果高中生的话，有读高中英文，应该就读得懂了，就不讲了。反正我翻译没有比较好。
I'm looking for Mrs. 这都搞些什么鬼？哦，咖啡没了！我忙了一整天，没有咖啡了。Fuck you！我们要下血雨，要不要去看一看呢？哦 ，How to get？It's only my mind play trick on me. Yes, it must be. Okay, I better get dressed. 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幻象的啊。可是我遇到这些有的没有事情，好像蛮淡定的，相当的冷静啊。So I would lie to if I said I didn't think of Mrs. Goodwin. Anyway, Mr. Terrell was the next man on the list. He lived in a forest. 哦，他在森林里面，或者森林的意思吧。好，走。哇，哎，你还在用这个啊？你怎么这么喜欢这个挂在奇怪的地方的灯呢？好了，我觉得跟玩 Is Move 一样，我觉得这他的那些文字叙述都不要管太多了，一路玩下去就好了。小木到底在哪里呢？哎，一定在这附近。哎，你看有存档点，哎，存档，噔噔。啊，找到小木屋了，进去吧。It's a priest. 哦，不是王子啊 ，priest 是名字。It's a priest. I'm looking for Miss Terrell. Hello， 没人在吗？我话跟他讲了，锁着。爬进去呢？爬不进去了，自己锁着。有说你胆子蛮大，一个人来这个森林也是挺有胆子。要我也是不太敢的。哎，在这儿，安 ，Hello， 你应该是 Mr. Terrell 吧 ？I am， 我的名字是 Price。Nice to make a police draw an X。I'll take and let me hear your I know why 我知道你们来这里 No reason You see a city on the highway here And one it wouldn't bring lots of new people and city And Lord Montague Or am I mistake Well It's actually you people. Money is your king. Where is your? This is my home. Where is your compassion? This is my home. Sir, it's been quite a long day already. Everything is already wrong. And don't forget we own the company. I guess I have another option, but to bring it over. There, you got me. I hope you're happy. 好吧，其实总而言之，主角可能是个政府官员，然后他做的事就是扣押。像是应该是主要是他们朱家财产方面的东西，那做这种事是很无情的一件事情，所以他说他把他人格卖掉了。对 ，Sorry kid, I know you are just doing. 我知道你只在做你的工作而已。Sir, if you had anything I could do,
That is it. That is, there is something. It's getting chilly out here. Let's talk. 这里有点危险了，走，我们去我们小木里面谈谈吧。好，我们去小木谈谈。走走。你不跟我来吗？我觉得小木好像是个陷阱哎。这样傻傻去，真的逮住我吗？哦，进去了。小木好大，小木点不小，小木超大的。啊？狗了什么？狗了床是不是？这应该是他的卧室。好，出去。床进来卧室是不太好。锁着，有些东西啊，有哦，居然有这个火柴，太好了啊！点个灯啊，这是个很糟糕的，这是很糟糕的想法 ，the horrible ideas。哎，我不能烧这个吗？我不能点燃一些灯台吗？哦，不能，我不能点蜡烛。哦，这个吧，我需要一点干木头。哦，就这个了。我这呢，先拿走。好，嗯，烤个火，烤个火来。那、啊、烧起来，哦，需要的东西可以引火，需要一些纸、废纸之类的。啊，你都这么说了，好吧。啊，哦，这个是他的厕所，厕所是不会有废纸的。嗯。Lock。好，找到了 ，OK。嗯，左手拿些废纸出来，应该没有关系吧？嗯，好，烧。然后烧，耶、yeah, ，好热了。I have made a fire， 哈，我引起一场火焰了。Oh， I still made a fire， good thing， 感谢你啊。因为实在太暗了 ，so 啊，因为这里没有电。But back to the topic. See, my dog has gone missing. You want to meet? 你看，你给我的狗已经不见了，所以你是要去找他的意思吗 ？Her， 呵呵，是母的。It was quite may era. Well, she was here when I went back last night. 总之，那只狗不见了，好是自己不见的。把灯关掉，那在那边烤火还开那个灯啊，这样亮那么奇怪的地方亮啊，真是奇怪。If you find her, I'll happy seeing you.
any paper you made。哦，如果你找到我的狗的话呢，你要我签什么文件，我都很乐意啊。You got your deal, sir。你说的，你说好的，那我就会帮你找到你的狗狗的。哇塞，这叫陷阱，知不知道啊，大哥？陷阱，陷阱两个字你听过吗？我像你这个样子啊，愣头青。他像个老实人，可是你不知道这种住在山上、这种一个人独居山中小木的人都很恐怖吗？你这是恐怖电影哎！你有身为恐怖电影的人的自觉吗？啊，这门都不能开，锁着，会在那里面啊。好啦，先存档哦。这游戏看起来玩的比想象中还要久。好，那么今天的实况到这边结束。OK， 那我等一下好好去弄饭哦。所以今天到这边结束。那这个该怎么讲呢？剧情量很有一定的剧情量了。然后因为英文不好，很多东西也没有搞懂。我大概就这样子啊。反正下一集就是找狗任务，那肯定要找狗，肯定要找狗狗的过程中会发生什么恐怖的事情一样。好，那么这款气氛还蛮到位的游戏呢，先到这边告一段落。那我们下一次呢再继续哦。OK， 那我们一开始时间，我们下次再见，拜拜。